近视雷射属于哪种手术呢？近视雷射是属于重建手术还是美容手术？美容手术。对，但是因为近视我们没有一定是必备的要做的医疗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归纳在还是美容手术里头。你归纳是吧？好。对，所以我认为他重建了一个人的视力。对啊，被你这样讲好像也是蛮有道理的。晚间六点，京都念慈庵全民新攻略。